沙田九套山豪宅新盘，长实旗下的明日九套山，继早前开放了三房示范单位之后，最近再加开一个两房连装修示范单位，以二座18楼 D 室为蓝本，实用面积767尺，原积是三房双套房。设计师将两间相连的细睡房合二为一，令到儿童房更大更实用。客饭厅沿用发展商一贯的华丽风格，用上大量浅色云石，提升格调之余，亦令全屋感觉更加明亮。色彩方面以蓝白为主，地板用上灰白纹云石，客厅铺上一张蓝白云状地毡，再配上蓝色绒面梳化。以及相同色系的餐台和餐凳，感觉和谐统一。梳化后面的墙身以镜面铺设，令空间感和视觉感得以提升。餐台后面有一个酒柜，柜上面有层架，而柜面本身亦可以做埋吧台，方便约班朋友上嚟饮酒倾下计。走廊连接厅同两间房，原迹之中两间相连嘅睡房被打通成一间大房，并拿了来做儿童房。合并之后的房间有足够空间摆到两张细床，靠窗的书台和衣柜，小朋友日常起居和做功课都有足够的位置。主人套房空间感算是不错，双人床可以做到三边落床，床边有梳妆台，旁边亦有一个开放式衣柜，提供挂衫架和柜桶。套厕对面亦有一个薄身柜，可以用来摆香水和护肤品之类的化妆用品。